咱顶一点钟，即马就是讲到到即个四十九页的头前者。当然，咱注意都要注意诸恶莫作。毋过，有呾爱注意众善奉行。毋过，绝对袂使求福报，因为求福报呢，有一天福报浮现，啊，你内心无清净，你会搁在作业，做颠倒要做的业不如大呢。所以，咱甲咱讲善的法义是无量无数。菩萨嘛是善，佛陀嘛是善，吼、哦，这种东西善咯。啊，世间的这破旧之路嘛是善。不过我跟你讲，你绝对小善甲大善拢不要紧，一定要求变。求变的啥呢？就是三轮体空。绝对袂使想讲我今仔日叫做善事，我做什么善事？哦，啊，绝对应无所住，袂使执着。这个叫做应无所住，自生其心安尼。这是这句话是金刚经讲的。但是咱即马搁一个问题，爱知因果无相抵，所以袂使讲你做一个恶业，啊，要做一个善业来抵，无相抵。善因善报，恶因恶报，照相报。哦，你爱注意这点嘛，无相抵，你记好啊。所以进来得讲，那无的话啦吼。你若是不明义，可能将来落在这个善报恶报的中间，啊，这个时阵吼，安尼你代志就歹啊。我即马讲一寡企业家，伊迄是进行有大量的布施，今仔日靠工人请到几万人、几十万人，企业安尼直直做愈做愈大。唔过你家想看咩啊？伊一世人是毋是完蛋？干那经营迄事业，安尼浪费一世人，安尼好阿歹？你想看卖啊？哦，恁家己想啊？因今仔日咯，我要想者特地讲者特，因无福报通好来听经啊。因即马阿个无用，对不对？因阿个去开会，会连机，因为有外国投资，安尼飞来飞去，飞来飞去，好命歹命。好命歹命，您敢加肯定？我咧讲比我较歹命。我一礼拜专心写一写，是为着佛来去努力。因飞来飞去，走来走去，因比我较歹命。你睇睇想看卖，安尼一世人有哪个在作业浪费生命，搁在作业一个对了？好、哦。啊、所以我咧讲一定爱求变，啊，所以咱甲人讲，迄个精神甲正定，这才是真正未来成就佛道的基本因素。恁来注意这点吼。所以这内底呢，有果报，恁也无消变，就是你内底心内内底，就有果有一个污点，无论是善报、恶报，拢污点。因为你将来善报中间浮现，你会个作业，安尼算是污点。应该大家安尼甲恁分析，你都听有吼。所以即马来记住，咱应该发愿将功德回向，袂使无做，但是做了你爱回向，回向讲我将来要成就无漏功德，要开悟证无生法忍，要成就佛道安尼。哦，所以即个功德回向内底，我甲注意讲一下哈，有三条道理。一定要回向，无论你大善小善拢回向。哦，我即马照起课本甲恁讲，第一，哦，回向众生，众生福德哈。第二，回向第三，回向
一定要安尼。你唔通讲我今日去做一挂善事，啊，就是要保我的过失，还是讲我今日做一挂善事，就要得到福报？这法师就有人安尼，足济法师安尼讲。你即马就回向，我回向所有功德，要向所有众生，愿所有的众生，吼、哦，得处功德，众生福德。偏怎较多爱安尼？因为你有回向，白日啊，你若去修菩萨道，都真济人来甲你挖来你的身躯边，挖来你的身躯要创啊，就是要帮助你生活，知无？譬如讲，即有人去放生，对不对？放生去的这个畜生，白日啊，到你的身躯边的这个护持者，你袂使不放生。啊，得安怎放生？这得一定要有一个仪式，可以让真正解脱。这个放生的意义更加特别。吼、哦，海鱼虾水族，而且鸟食，把这拢你身躯边的在好好食。因为你有功德在身躯，伊绝对来听经闻法，做你的护法。吼、哦，做你有哪一回向？回向我所有众生共生福德。第二。你要回向，回向讲我较紧通去开悟无生法啦。开悟无生法就是禅宗给讲的开悟自性啊，见性生佛。但是你若今仔就无第一步开悟，你袂当生佛。记好，吼、哦！所以开悟，即卖来第三回向，我将来要成就无上菩提，就讲我这功德是为着要成就无上菩提做。你做你家立这个观念，这个无上菩提福德嘛，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三大回向你袂使无。如果你今日无回向我众生，你有一世，你已经现身菩萨道要来讲经啊！我跟你讲，无人要跟你听，绝对无人要听你讲。就是你法语真特殊，不过你无迄个好因缘，无人袂人无人听你讲经。因为你不结缘啦，吼、哦，所以你一定要回向所有众生众生福德，这点就是三大回向，你要记好，吼、哦，你若会当甲抄抄起来，吼、哦，这是伫真内底业，我搁再讲的吼、哦，所以真内底唔卡有一个咱平常时所回向的这个吼、哦、菩萨回向的心念，唔卡咱平常时有讲有，这段是差不多回向。第一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哈、哦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这拢总有回向到众生的成分，甲回向到创造一个佛国的成分。创造这句第三，第二句就是创造你未来的佛国。这唔是讲我要去别个佛国，这个就是你要创造别个一个佛国，通去摄受众生。哦、第四句，那讲若有见闻者，比如讲今仔日有人家听我讲经，也是讲听到佛法，拢会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，比如讲我今仔日安尼讲互恁听，我就讲今仔日咱未来，那要成佛，你无发菩提心，修菩萨道，你无可能成佛嘛。好、哦，阿叔唔该，佮讲，互我听我讲经的人，拢会发菩提心，但我拢会引带恁来发四王誓愿。法师王世愿吼，确实填这个要成佛的这个种子内容，知无？啊，若无你去做话，这和成佛都无相关咯。你唔当学过无？我唔知影啦吼。四王世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福德无上誓愿成。这四句有发过。无发过牙签，无发过人牙签，吼、哦，安尼拢发过吼、哦。但即四吼来，恁家己暗中发到，即四句吼、哦，就是迄个第三句爱做入点，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一定要深入经藏，将来要讲经说法，法义开具足。那无呢？像迄一寡人干会用叫人念佛。都唔是安尼尔，吼、哦，都唔是安尼啊，佛陀讲经较济啊，
迄是其中一个法门尔。八万四千法门的其中一门法，啊，伊都无研究啊，无研究，当伊就干那讲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唔过要念佛，什么叫做念佛呢？唔是痴名，叫做念佛呢？是想念呢？是观想呢？是习惯呢？哦，啊，但是迄个干那教人念佛的咧，伊敢讲讲，这个念是想念、意想、欲念，哦，啊，观想、习惯呢？迄是安尼呢？伊发起就无固着，伊就会用讲安尼念嘛。迄就是伊无研究。啊，你讲啦，无研究，你要将来要行菩萨道，行未完整哦，也可能会耽误众生哦。再无，所以唔是凊彩讲安尼我，哦，我就会用讲经，啊，就来甲讲，哦，讲经度众生，唔过讲经误众生。我是安尼呢，啊！你今仔日唔知讲，这个法师嘅讲经有达到水准了无？有深入经藏了无？迄，那个政治正见是粗的还是幼的？喏，啊，所以你那是粗的，虽然你有计偏向佛法，唔过你讲讲迄不如法的，算唔是计误众生吗？哦，你都爱讲迄个真细密的法呢？他会当度众生呢？有一个人要甲我讨三十本的心经，这是五六年前。伊讲你讨三十本心经，要讲阮有一个团体个研究，我甲你讨心经来讲讲听。心经讲的是我的呢，伊要按照我的心经来讲，敢袂亲像我呢？唔是讲迄个表面，你看文字。啊！你凊彩讲讲个就好呢，所以我得个拒绝。你无研究袂使。伊个要客人个课本来读是读法通听尔呢。空咧啊！直直念，直直念，读法通听，到尾听人读法都家己看就好啊。何必来到这个高雄教堂？何必就听你读？所以你今仔日吼，一定爱改经释法。但是要改经释法，一定爱深入经藏。你若无深入经藏，绝对无可能改经释法。唔是讲客人的物件来读读个就好啊。这本我整理的，什么人因果原理整理成我才入？恁有当看无？无当看第二本。觉得有心得了，对因果的原理有心得，好、哦。啊，所以我今麦要甲注意讲一个，迄、那个四方誓愿哦，就是一定要对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来入手。你摆一个开当改经释法，唔是要读法啦吼、哦。你读法的五种性，好、哦、啊，你来当改经释法，等于你有深入，你绝对有迄个辩才，甲有迄个分析能力。好、哦，我咧讲，应该恁听有。好、哦，你今日就无改经袂使啦。但你改经嘛，都爱从这个经义来对这個法义哦，爱解说要详细啊。哦，一句话，你讲讲哦详细，下当崩通，你只能找法义出来讲。哦，安尼叫做改经释，众生依佛法要修，较修会清楚，较修会入。吼、哦，这个叫做开当度众生。啊，你若糊里糊涂啦，乌白改啦，想教也讲教也乌白讲啦，你算是耽误众生一世人。即马咱做佛教界有一个歹问题，我甲你讲恁听。伫这个所在皈依，伊无分别地，唔单这个法师是正知正见，还是？下地下见，伊遐规了就唔敢再别个。这个法术唔对，也对唔对。
伊唔敢求变哦，唔敢求变就死家己啊！这个真的现象就安尼，伊唔敢变啊！搁到迄个大道场有真特色的长老级的，伊讲啊，我得跪什么人，跪什么上人，跪什么大法师啊！我无搁离开啊，但是伊敢教育你会得？我请问恁，敢教育你会得？你今仔皈依这个师，你有要得法，你爱去听伊讲经，安尼你较互伊培养会得呢？安尼师父解脱，你本身也可以解脱。你今仔日天高皇帝远，哦，都中落伫外横伫南部。啊，若无伫北部，啊，我着皈依个啊。但是甲你教育袂着，你又是如何？你毋求变，你存只心思大遐，安尼你有智慧无智慧？所以我咧讲哦，将来若是你要说法，你若有水准，有水准哦，你较会去度众生；你若无水准，会误众生，会去耽误众生。所以这个四弘誓愿立不了，你第一条、第一步。就是第三条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今日就若无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你将来袂使讲你要讲经弘听。啊，毋过足济对立个变转，你会去共悟着，绝对悟着。所以做恁啥物人贵伊拢无管，吼、哦！但你爱求变，去找一个正知正见、细微个正知正见，去听经。听见就是要充实你家己啊嘛吼，算不是安尼？吼安尼啦，你本身今生今世也未耽误，将来迄个因缘具足啊，你会当现身在人间得说法啦，你嘛较未去耽误其他人。吼、哦，以后唔得好无无量誓愿他，啊，即嘛来得烦恼无尽誓愿断哦，烦恼就是未晓，唔是烦恼哦，烦恼用作烦恼是一小意思呢，烦恼就是晓。就是无明，你若无文化，你袂当断血，袂当去无明，你嘛是糊涂过一世人。哦，啊，佫再来哦，你若安尼来到地，较有可能第一，你得文化，有文会、书会、修会，第一你会当断烦恼；第二，你较会当迄句第一句叫做“众生无边誓愿度”，较会当完整。安尼来，较会当成就第四句叫做“佛道无上誓愿成”。哦，你要注意这点，这个就是这个回向中的这个时机，所以发弘誓愿的人吼，你一定要注意这代志。啊，无恁好哩好道哩，也唔知先做啥。我佫讲一句实在，足侪法师都唔知影，要安怎样修。啊，都无多，伊讲带人、带人戆戆啊拜佛啦，啊戆戆困佛啦。我佫甲恁讲一句实在吼，若无正知正见的法师哦，恁卖话，我无骗你。哦，因为不用讲经，不用说法，因为要怎啊？对不对？你嘛是耽误一世人。不过即卖做个道场的地主的戆到即个彻底啊！哦，不对呢。啊，但是一个善知识的法师，你不用去追求佛法，这嘛你唔对呢。哦，啊，无你吧，一世人要哪过？嘛是糊涂啊！哈、哦，所以进来店家讲。一定要让我们能够破地心、啊、这个身躯可以，不过这句同心结论说，你看这句话我就没同感了，这句话我没同感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佛教界有一个风气说大家都求生西方，这个国土会怎样？我请问你，你的子孙会怎样？你敢有想过恁的子孙啊，恁的族亲变怎？比如讲，恁今仔唔得一番，好啦，你有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回向西方净土啦，这唔是唔对啦哈。但你敢有想讲，恁下一代落遐子孙会变怎？你们有想过没有？你要念佛，恁安敢要念佛？你要求生功德回向去西方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国土什么人要防范？想过没有？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个罪恶世界，若无有真发大心的菩萨行者吼，咱讲无当家
这个所在救苦救难吼。我跟你讲，绝对袂使，因为即嘛末已经末化。啊，你今仔事实跟恁讲，恁讲要去基督教，有哪无可能啦？因为恁无台湾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有一个技师啦吼、哦，去找我，讲说长照师傅，我跟你问一句话。法师拢要去西方，你要带队安尼。吼，啊，搁唔知搁念几个话听，讲伊听到这法师拢要去西方，长照法师，我甲你印证者，你要带，你要去对，你要去无？讲我无要去，你放心，这个所在苦难的众生，拢我会六亲观赏，我要来去导师，我随过来啊。吼、哦，安怎样不？所以我咧讲哦，即句同心结了讲哦，即句我不同意，袂使安尼讲者。恁看有无？好啦，我哪来啦？什么人要传法？什么人要传大乘法？啊，去西方过来吼，唔是讲去得来呢？恁知无？迄、那个时间空间不一样呢。我看恁唔在听有无？我唔知影吼。唔是讲我来就要来呢？第一。你今仔日无达到持名一心不乱，你是无可能去，你绝对无可能去，因为迄个所在是大乘不共土，是菩萨摩诃萨较济，恁绝对无可能去。但是你要去，你嘛得知影三品救生的中间是修心因开当去。不过恁拢作者法师唔知影，即个神煞甲恁讲一下吼，作者法师唔知影。西方净土一暝一日，这是写在《佛说法门经》甲这个个《诸佛功德经》内底的，哈、哦，会记着咯，是一日一念。咱遮拄啊地球的生住坏空，等于咱三无世界。一劫，咱三无世界一劫是安怎讲呢？譬如讲，这个地球吼，诶，创造甲结束，安尼，这个叫做一大劫哈。安尼，行、住、坏、空安尼，遐一工尔。啊，咱遮都成住来讲，迄伫佛说佛未经内底佛在甲咱讲诶。啊，你想看卖啊？咱即马即地球吼，行到底，都行到自劫，自劫，即个一中劫，即个叫做啥？一大劫，定义啦吼，定义四中劫，就是生住坏空安尼，啊，即马都行到自劫，行到自劫的第九劫尾啊，比如讲安尼，因为这个小劫吼，这个都即马来哈，即马来一中劫，都二十小劫，吼、哦，这个都二十小劫，再二十小劫，再二十小劫，再二十小劫。所以一大劫都八十小劫，一小劫多久？都1800万年安尼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有一个净劫，这个叫做净。人寿从短啊变长安尼，人寿上少十岁，上悬84000岁。这个叫做恶作世，这个叫做清净国。咱这个地球就安尼。但是即马来，搁在减劫，减劫就是人生有道德变无道德安尼，这个叫做减劫。所以生命中长必短，啊，即马这个净劫中间是中短变长，就是人如光明，心地如好，所以这个世间的寿命如长安尼。但是即马都行到第九劫、二十劫的中间吼，这个等于二十小劫了吼，二十小劫了。
搁在即马就是第九劫的减劫，这个叫做正劫。减劫即马人寿到73岁，平均。佛陀自世迄段中间人寿是80岁，所以80岁到100岁，但是佛陀都只80岁尔。哦，啊，即马人寿会降，降到甲剩，即马直直降哦，因为咱人愈无道德，啊，即个佛法愈无，啊，愈无人寿愈短。即马人是一个，即马即个世界叫做一个，这个叫罪恶的世界，所以咱人的生命直直短，100年减一落，100年减一落。减到将来在人寿村到尾哦，剩10岁，即马已经接近遮，接近遮，直直减减来到遮，由84000岁减来到遮，即马剩10岁，10岁你敢知将来偌悲哀？到人寿10岁的时阵，都搁在差不多6500年。我咧讲，咱人类的文明哦，好几次啦。进入太空的这个文明哈，已经过来变过啊！我无骗你，所以经过有一个水灾、火灾，这种经过啊。人类的文明是安尼哦，火族战争也是引起火族战争，也是经过好几次啦。对不？但是即马吼，人寿减到10岁了，还佫一个叫做正劫，对，即马这个叫做第，这个是第九劫嘛，即马来。哦，这个是第九劫。哦，啊，今嘛来个一个十劫，十劫的人寿到56000岁，弥勒菩萨诞生，安知无？弥勒菩萨直接诞生，这个大地变黄金地啊，这个大地变黄金地，哦，啊，这会记着喽。弥勒菩萨诞生。在龙华三会因缘有结到的人，到第一龙华会。吼、哦，这个中间吼、哦，佛陀会当给咱帮忙，谈不大家好的开悟无限法，对未来的佛陀弥勒佛帮忙咱开悟。龙华三会对当，但我咧讲哦，咱伫这个所在未来成佛真急速。所以我才跟您讲一下，要去净土的人，要来这富龙华三昧无机会，因为安尼啊，遐一天才到一劫啊，上品上升即是发开见闻，对吼？吼、哦，上品中升爱一人，啊，上品下升一天，安尼是不是咱这已经这粒地球变过啊？变过第二粒的地球啊？因为两个空间不一样的时间，啊，不是讲阿弥陀佛的时间蛮长的、哦、阿弥陀佛的时间一劫，别个国土搁在一天安尼，咱这是上悲哀，不过咱这真紧幸福啦。所以讲去西方要来这度众生，难难难难，知无？迄、那个所在敢那下品下生要12劫呢，不是咱这12劫呢。下品上升的49天才会当化解化解呢，靠观世菩萨、靠大势至菩萨给你抓出来，抓在你靠发菩提心呢。49天，咱这地球判49粒去啊，知无？你要对对起来才富龙华三昧。所以很多的法师吼都糊里糊涂啦，都不懂得这个艺术。所以我咧讲，但这個国土虽然有较困难，这是对。不过咱这个国土，以无量寿经来讲，咱这個国土若修行一天，看下净土100天，看下西方净土100天。咱这个所在若是修行10天，看下净土1000天。想看卖啊？所以你们八关斋戒要做，那个功德无量无边。哦，这修行一天，啊咱。咱八关斋戒在安静修卡里边是一种静态，绝对袂使糊里糊涂安尼乱清清。修完一天，看下净土100天，净土100天不是咱这呢，不是咱这100天，是迄个世界100天，啊，迄个世界100天，看咱这经过偌济劫未啊？我讲你唔得听有啊不？听有无？嘿，我是有经典的依据呢。
我不是随便讲一讲呢。所以人家讲法门无量寿愿，那阿弥陀佛所在福德无上寿，才真紧，才会当布施，会当施戒，会当忍辱，会当精进，会当禅定，会当智慧，迄、那个所在免啦。迄、那个所在拢善人啊，也无人叫你着布施啊。这个所在就是善乐两半，所以咱会当方法而生，所以真急速成分。这个所在要开悟嘛，真紧啊，你知无？所以这个、就是，咱这个叫做娑婆世界，就是安尼啦，时间就是安尼。西方极乐国土就是时间含咱无同，遐一昧一日单只一劫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分析安尼。所以我咧讲哦，从这个第九劫减劫啊，即马来就开始要成这个正劫。人修五万六千回，迄个时阵人修五万六千回，弥勒菩萨下生，下生了，咱大家生命拢到八万四千回到这。迄是这个世界吼，真将来真趣味哦。佛陀甲咱讲啦，伊若要讲到真完整哦，一小劫讲未完，就是一千六百八十万年讲未了。将来这个世界吼，五啊载内修七开。咱即马栽的是修一遍尔，将来修七遍，吼、哦、米一粒才长，差不多一寸长。你唔免刻，唔免煮，你买开就食着。你大便唔免吃便素，这个情况安尼哦。迄、那个大便你用一个较暗的所在，大便了，伊家己开一个孔给你，大地会变化，开一个孔，啊你大便了，伊家己暗起来。下生经甲成佛经就是安尼讲，啊，咱对着弥勒菩萨的边啊，伊甲咱说了，互咱听，互咱断烦恼，吼，互咱开悟无生烦，吼、哦，所以注意你研究吼，要研究经典，爱研究彻底。啊，你今日若无带遮吼，看你大家拢去啦。啊，莲花三昧本来就会做些人啊，是海法师无了解这个这条道路安怎行呢？这个所在是较困难，是无唔对。但是你直接来往生西方，往生道士院去见弥勒佛，我跟你讲吼，你绝对稳当当，未搁再唔对，绝对不退转有无上道。所以我正要甲谁讲，这个法义你若是无精通，坦白讲的，你绝对当无众生。你若是真正有精通，你较真正会当度众生。人讲动物买当多啊，胎生卵生，湿生化生，这若无高水准的法师是袂当多呢，知无？人迄有法师要甲这动物多，法师七定，即马甲伊多了，甲放弃，死有那袂要紧。这动物掠来，经过法师甲做做，七路别做经验啊，做了个，吼、哦，啊念佛啦，皈依啦。大悲咒啦，般若心经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加这往生咒，念念的这只动物死去了，伊即时唔免阁轮回，知无？唔免阁对着三恶道，吼、哦，就是死有那不要紧，吼、哦，所以他说乱讲，迄道是一个真正确法师。我讲一句歹势吼，我礼拜伫南投放生三万几只鸟啊。等于我甲三万几个佛弟子皈，安尼来唔对？甲三万几个佛弟子皈呢？啊，个度量唔该急速，还绝对袂对了，甚至有诶可能会往生天上，有诶未来会富量或啥物。吼、哦，所以我即马甲你讲，法义你若无深入，你将来要救众生、要度众生是非常困难的困难。就是你今生今世你发愿若无深入，你要自我解脱嘛困难啦。因为你予一挂无知、邪见的法师后边给你误导，看你要安怎。所以一定要求变。今仔日伫只皈依，为着你个人未来要解脱，你绝对袂使无去。吼、哦，你感觉正知正见的法师去闻法，绝对袂使讲，人阮到这个台阶。哦，而且大家皈依，我唔敢走，这个是最糟糕的。哈、哦，事到即尽，非到即退。恁讲，今仔日我若是讲讲了不如法，恁莫和我谈哦，恁后悔后礼拜卖啦。哈、哦，安唔较袂和我谈我着，若是我今仔讲了真十足的正讲，
注意，你唔通唔是干那你来尔，你爱带人来，啊，佮继续基本调料。安尼讲对，有一句话嘛，是多积善，非多积体啊。即马写书是骗行善呢，哈、哦。所以我現在告訴你說一下，發菩提心之後，你一定要好好發問無量壽，你比較不耽誤自己，也比較不未來去耽誤眾生。你到這個地方，你如果有十足的努力，菩薩佛光把你加持保護住你，你絕對沒有不出差錯，怕你那個心沒有固著這樣而已、哦、這個地方比較成分，因為我們這個地方一天的功德看見淨土一百天，十天的功德看下净土一千天，这佛陀在无量寿经讲的，你唔带在修，无你带在修。这个所在，咱拢咱的亲戚五十啊，咱的过去的子孙啊，咱的爸母公妈，你唔带在合法堂个度因，无你变怎？所以这句我是无啥同意啦吼。唔过即卖费用拢在，所以即卖个下边个再讲，诸佛菩萨是不计功，会记住咯。所以叫做三轮体空，应无所住。伊个度众生，但是伊无个想讲个度众生，因为人讲伊是伊个本分、伊个责任安尼尔，吼、哦，伊不计讲嘛无利己啊。阿罗汉有利己，辟支佛有利己，因为伊求得个人解脱。但是菩萨甲佛陀，伊唔是要个人解脱，伊是要众生同齐解脱。所以这个叫做不利己。安尼叫做菩萨，菩萨叫做菩提萨埵，就是度众生。度菩萨翻译起来叫做度众生的意思，诸多度他。所以我希望咱诸位发四方誓愿了，一定要落实诚经对我好些。当然发破四方誓愿，将来有一劫开始，你就度众生啊！啊，你唔当心糊涂发出糊里糊涂对我讲，唔对我讲，这个最糟糕的会害人啊！会误人，吼、哦！来，即马搁再看，咱即马是计讲正常个，吼、哦！咱头马知啦，吼、哦！你一定爱研究，吼、哦！咱头马讲遮嘛，吼、哦！即马咱，这是大概讲个，咱即马要来讲影像这条，影像吼，即马注意听啊、哦、哈，因即马时间可能搁剩无偌济吼，剩无偌济，即个。异俗果，另外一个名叫做忧劳果。忧劳果是安怎讲呢？就亲像迄个苔啊，苔啊水甲倒落，老了去。啊，老了哩，即个是比如讲，咱今仔有正福，哦，咱今仔唔得有福啦吼，福就等于善业嘛吼。但善业就是报啊，善业绝对有善果嘛，善业就是因，将来受报，这个叫做果，但是总是会尽，佮予你较好嘅就会尽，对吼、哦？有生之世，迄、那个福报用未完，后出世佫再延续，迄、那个叫做俗世报。安听好无？即世用无了，后出世佫再延续。啊，有时阵即个恶业，即世报无结束，后出世阁继续报安尼。啊，唔过总是会尽，迄、那个叫做老掉了，漏掉了，迄、那个老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有老，就是即已经老掉去啊，漏了，漏了就讲我的福报享尽啊，天上报吼，享尽会对来，对来做啥？做梅花鹿，做猪，做牛，做驴啊！吼、哦，安知无？安尼呢？啊，搁再讲哦，伫咧天上要对落真正会辛苦足艰苦，就爱偷咱这老人哦，安尼规身躯安尼垃圾垃圾，啊，就安尼心安尼恶杂，啊，就要累啊！啊，你敢知迄个无色界的天人，
伫个所在买堆来，多千一万基金甲车伫先付了。啊，堆来做啥？堆迄、那个，堆来是鱼的寄生虫的。那一本六道苦报就这么写了。鱼人的寄生虫哦，一个天人变安尼。啊，有的是堆来，这个人间做啥？做水獭。水獭怎样吼？啊，甲做鸟头鹰，知无？我咧讲，我这个甲你讲这道理是十足的正确哦。所以这个叫做报尽老掉。有个人命运的好报在上半世呢，下半世就去落魄啊，就去悲哀啊。因囝甲送去养老院，都无要插伊啊。有个做功德，但是牛痴今生今世出去做狗啊，做宠物。有无有宠物无？人个揽出揽入个揽来门床困，啊，一日得个洗，啊，得个修剪个，啊，得个加门。但是伊个破布那了，人个弹出去做野狗啊，有无？即马做者野狗拢外国种个嘛，听有无？迄就是因为伊过去有叫做功德，就是牛痴，叫做牛痴动物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迄个老掉去，这个叫做有老过，吼、哦。即句话啊，有老过就是叫做影响。影响是安怎讲呢？譬如讲，伫人间都变做功德，啊，变做别行安尼。这个后壁有真十足间的分享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叫做影响过哈。所以这个影响在这个哈、啊，所以这个是六道中凡夫轮回生死的这个结果。今仔日你会当做人？我跟你讲，你后出世不一定会当做人，不过皈依会做人，皈依绝对后出世会做人，哈、哦，因为皈依皈佛不对地界，啊，皈依法不对轨道，皈依经不对畜生，不过你那是五戒无要修哦，业报照报，因为当时个皈依的人是三宝皈了，一定要先转五戒修。不过现在没办法，皈依了要叫人即时受五戒，没人要接受，所以现在就是皈依了先结一个缘，慢慢促成五戒。因为这条第一条戒，那个杀业戒上最严重的问题，吃鱼肉的人是含杀业的人重要，有哪绝对有报。但是我现在要跟主人说，六道中的这个众生，什么原因受生死轮回？因为凡夫无明理，就乱舞。乱母的中间，就由不明道理而作不道德的行为，这是必然的嘛？你若明理，你绝对唔敢无道德嘛？你若明理是照明理修，无明理就乱母一场，就家己想家己对啊！啊，你家己想家己对，算不是就是恶业嘛？吼、哦，有诶，足侪人讲我过唔捌啦，迄对胎的负责人，大家拢问题足侪啊！啊，我过地都唔捌啦。嘛就是嘛就是爱过啊，爱受报啊。迄公司动物的人拢肝病较济啊，吼、哦！啊，阮都唔捌啦，唔捌你就是唔捌作业的嘛。啊，你当然你袂当无因果啊。公司蛇啦，公司猫啦，公司狗，绝对后半截苦报就出来啊。那么有人唔知讲你今日是哪酸痛，腰部较会痛，就是你讲动物啦。唔好，阮都唔捌啦。啊，唔捌你讲，唔捌就免做嘛，免受报嘛，迄就是不明理来作业，吼、哦。所以今来底较甲咱讲，有不明道德而作不道德的行为，你若捌啦，你敢敢做？我你讲，你若彻底捌啦，你若彻底捌啦，吼、哦。你一只狗遐，你都唔敢甲做事。迄只狗遐可能是恁阿嬷，可能是恁阿公，吼、哦，可能是恁过去世的老爸老母。伊已经对了啊，都真悲哀啊！你搁家做死，吼、哦，安尼变怎？吼、哦，啊，你都无名利啊，狗遐一大堆啊，蚊啊一大堆啊，蚊啊水就出啊，出你就登革热啊，登革热难得敢无原因嘛？即嘛高雄四千几个嘛，难得你惊着登革热你无原因嘛？你杀人算免，互你家己定，互你病几工啊嘛？哦，迄公道啊，
听无？你今仔抬动物，你辛苦听嘛应该啊。你抬动物好短命，你短命嘛应该啊。因果就是安尼嘛。啊，你今仔日唔办，你就会去放生，哦，会去爱惜动物。因为个人伫这个空间内，对这地球内底有生存的权利，你袂使甲夺取伊的生命，你无权利啊，听无？哦，我安尼讲，你应该你会了解吼、哦。所以进来底吼，唔甲讲咧，包括意念的善念，意念的善念，讲我今修行在要补充，还是讲我今仔修行在要得福，这个叫做意念啦哈。因为修行是咱的责任嘛，咱的本分啊。人道本分就是不杀生，就仁义礼智信嘛。啊，仁义礼智信就是等于咱佛陀讲不杀生、不堕胎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嘛。啊，这是咱人道的本分。你要提什么讲掉？你信本分，这个是开始正确。今仔日我已经明理，我今仔日来讲经说法，我唔是要提啥。虽然讲有一个思想，讲正常未来生活，这是对。唔过你在责任你嘛，若无尽心，你哪会当成佛？当然是一定爱将来成就一个完人嘛。哦，这是我的本分啊！啊，本分我完人，大家完整的人，我大家最究竟。佛陀是最究竟的完人，但是我要成就一个完人，我一定爱尽本分，安得对啊？本分达到至极，就是佛尊。我今日一定要自修，我搁在广传圣义佛法，通我来度无量众生。这个是我的责任，也是我的本分。我达到有一天了，我无要求福报，就有一天了后，就自然成就佛法。好、哦，成就佛道啊，这是我完整，所以佛道是完整。好，弥勒尊好，好、哦。